对啊，嘿，最近你有定咧看迄啰新闻无？有啊，电视、报纸、哪里有杂志？哎呦，无所不至，我逐项拢冇关心吗？无啦无啦，我是讲吼，我最近定看迄啰电视新闻呐。啊，吼，迄内底啊，迄大人物哦，做伙咧食饭，迄镜头足济呢。安尼哦。会啊。啊，即像那只大人物爱做伙食饭，怪有镜头啊。啊，都政府内底嘛，即。部门跟部门的沟通啦，或者是迄啰立委跟立委的参详啦，或者是迄啰派系跟派系协调啦，哦，这拢都爱带带去餐厅咧讲。安尼哦，这是代表啥，你知无？代表吼，这大礼物大家都做爱食的啦。这是咧讲啥啦？迄政治礼物大家是好嘢，干咩？你是安那？阿姨啊，阿姨啊，人咧伫阮兜咧无闲，你是咧装啥货啦？你装啥？哎，那卖坐啦，来，姐姐来，姐姐，阿你通拄仔咧讲啥货啦？有啊，听无好，我通家己听无，叫做食饭知天下。哦，食饭知天下，阿你拢讲食饭了，无讲着啉烧酒，我今仔甲你准备一罐易开罐 XO， 哎呦。哎呀，你这对倒摕来，这我咧卖呢，啊，卖，啊卖酒器你都有，你对倒摕，啊，你啉酒你捌咯，啊，我唔捌啦，但是我观察有够，所以对于咱台湾人安那啉酒吼有较捌啦，啊，安怎啉？台湾人咧啉酒其实是干那三步尔，嘿，头一步啦，吼，伫头一步就是，我可能袂记。头一步是啥？头一步，我想到收盲语啊。头一步呛声过天下，讲阮家好家人啊，哦，先顶一个好家嘞。对。啊，第二步吼，就是安尼干杯吞火陀。阿萨利，唔对啊，是瓦萨比。烧香吗？因为烧香嘛啦。啊，那第三步，我相信哦，大家拢免讲吼，你一看就知。嗯，我就拜托，别给我想去偷。啊，对，拜托，阿娇，你也好，今仔在白见。阿娇一定有生意难啊。嘿，啊，你要做人啊，对不对啊？哦，盖搞啊。哦，盖搞。阿娇讲你未生哦，阿爸未生，有影无影？无影啦，那是局内底啦。我是本身已经是一个，伊个有一个查囝。无影，我听讲你到风水拜，所以你未生。你捌去阮家看过阮的风水？有讲啥物条啊？无对着空，空吼，条啊无对着空。啊，恁隔壁叫人去甲你改风水改了，啊，叫是上啥？无啦，阮本来迄风水哦是安尼啦，哦条啊无对着空，你若无改水，可能人会上歪去。所以啊，改水一个条啊是表示一个迄落厝顶的横条。哦，这些风水学内底哦，就叫做惊顺条啦。啊，那空哦，就是窗啊，窗啊是空嘛，所以叫做惊顺空。哦，啊条啊若无对着空的角度，若无对哦，啊就生无惊。哦，安尼啊。有影，这我有经验。我知因为安尼开会当，安尼开会当。真正袂用生。好，来，讲正经的来，恁两个这个。这上面有做，恁两个他们都在表演，就是啥？这台语啊，这相声啊，台语啦，那来讲。台语的相声啊，当然，阮是叫做搭嘴鼓，搭嘴鼓的表演。是安那叫搭嘴鼓？我就两个人笑搭笑完家啊。哎呀，就是搭嘴鼓。哦，两个比较一对，安尼就对啊。你搭嘴鼓是原底讲咱的台语内底吼，恁两个人咧抬杠的时候，拢会当人叫做搭嘴鼓。啊，阮其实阮这种表演就做含这个性质做相共啊。哦，因为两个人为着两个无同款的观点，哦，大家搭来搭去，哦，就相同。是，像你即马这个啊山洞安尼搭来搭去，迄款叫搭嘴鼓。啊，对。现在你欢迎大家拢来搭嘴鼓。所以免看，大家免看，看你欢迎就会使。今仔伊来表演较精彩。大家有电视转播。我是讲我有心的。
不过呢，阿舅，我知恁家吼，恁家这个介绍。我伊毋是恁翁啦吼，伊毋是我翁，我直接郑重声明，就足侪人拢误会，拢不是我个亲翁。我知影阿娇即个当初结婚的时阵，听讲一年相亲差不多400-500道上，系啊，对啊，连食宵夜上。啊，你哪样了解啊？对啊，我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安尼，叫你这个相亲的来吼，产生了一个评估，所以他结婚翁诶。哦，恁翁毋是买来迄个啥物诶？敬啊敬去敬到一个啥呀？袂用敬诶，毋是啦，你讲敬到啥物？厝外头个敬，你哪有厝外头个敬？我那烟斗坐哦。我讲阿婆，你莫是三围加起来150票哦。这抖音啊，这抖音啊。奇怪，我实在吼，以后袂使去表演这段，真正破坏阮某诶名声。后来工作倒来，我知恁兜。对啊，恁家常常这个搭水果呗，比如我知道说在恁翁是算较支持这个行动哈，那么恁阿妈妈呢是拢支持国民党，啊，你家己较支持民进党，啊，规家伙啊像个，还朱月信咧像个我家都是疯人院，够贴切。所以你平时咧连接搭水果，伫恁家连得有啊少？其实无遮尼严重啦，无遮严重。但是真正实在讲是，我现在真的很支持新党，他是真的是那个很支持、很强烈的分子。但我也是足紧要关头行动的话，中华民国万岁！我来讲台湾人民共和国。你两个所以比较困难。所以其实我们在结婚前也有碰到障碍，就是说我们因为选举，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然后导致说我们觉得这个婚姻其实是不可行的。然后。最好是阮老母国民党出来协调，啊，带恁去咖啡厅，你们有大和谐。对对对对，所以看那个时候引桥北，靠近那里。哦，所以靠近啊，所以可靠近那里生出，啊，恁生出这囡仔要新得一栋，希望后盖阁有新的一栋，啊，你真系老人。但是咱这相对就是讲，我唔知道是这个阿炮哈，你咧做那嘴，讲那嘴这个台语的相声哈。那对你来讲，像伊他们都因到有这个搭水果，三栋搭水果，你有啥物困扰？伫个政治方面，其实内部的困扰是拢无啦。什么叫内部的困扰？内部的厝内，厝内困扰较无啦。因为阮到本来就拢无啥物政治的色彩嘛。但个人虽爱。投票要投到一栋，其实大家拢唔讲，拢唔讲，拢投了啊，讲我投了啊，恁俩拢唔讲伊投到一栋。哦，啊，主要定定拄着困扰，其实是伫东华，唔，厝外啦，什么东华？厝外，伫厝外啦。定定因为阮这个表演哦，吼，台语的相声搭水果，定定讲，互人诶直接的印象就是讲，应该阮这个物件应该是属地什么党诶？当然属地什么党啊？大家听了嘛，知嘛？哦，来看下阮的面啊，啥？拢感觉阮这咧面啊咧青青有啊。青春色，哪有怕你？萧山头发面黄黄的。你叫谁？还有你大色的，你嘛好啊？啊，关公唔就是共产党？对啊，所以讲哦，我咧困扰足侪，因为讲实在，阮这个。阮所表达的物件，其实是一个社会现象啦。啊，社会现象其实逐项嘛有。阮有讲到社会，有讲到塞车，有讲到咱迄落风水啊啥。哦，咱每一个人生活中拢会去拄到的代志嘛。讲实，阮无愿意讲，阮是属于啥物党。但是人对阮的直接的印象，对说阮讲，阮若讲走去一个白党去甲办啥物暗会，办啥物活动的时候，阮若去遐表演一下，我着互人咧讲甲拢袂听。哦，报应哦，报应哦！诸葛亮啊，这个，哎，不是真的啦。OK， 但是我所知就是讲，这个阿娇正经对你的这什么搭嘴鼓的这待遇哈，伊感觉嘛不是真满意嘛哈。真有意见啊！从开始。做抽象安尼感觉，对。啊，尾啊，你是安怎的？即个佮开始渐渐含伊来做合作，来开始做只即个待遇的搭嘴鼓。你要讲这正经哈，先请你啉一罐易开罐 XO， 便宜啊，这茶啦，这乌龙茶，你看嘛噻，所以这有新的当啉啦。阿娇，你是阿妹啊过来，你搁对这个台语
其实哦，这讲起来工作长啊，讲来话头长啊嘞。一开始其实接触台语相声哦，是伫一种剧场，然后用舞台剧的形式来演出台语相声。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方式我比较能接受，因为你在一个很安全的空间里面去做一项你觉得那个你自己认为是一个艺术的表演。可是慢慢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跟电视有了接触，然后后来台语相声就变成要在电视上演出。可是这个中间就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差异性，它没有办法像舞台剧这样子，就是说你可以经过细细的琢磨，然后可以有演出，有肢体，有什么，然后它包含到录音带，那个都不一样。然后这中间的过程，我觉得阿跑有那个小妹妹，你两个小妹妹，会，就是在这个过程，因为我觉得他在中间有一点就是偏离了。被人家就怂哎，就是我觉得跟我小时候认识的台语不同，跟我以前做舞台剧的台语不同，他会有就那种，因为我小时候印象里面好像没有妈妈会讲说，哎，要学戏音那不好，你丢这啊那啊，可是好像变成在录音带或者在电视上在媒体出现的台语，他一定要这样子，一定拍狼一定爱公台语，然后就把台语搞得很粗俗，那这个是我绝对不能接受，或者说真侪这台语节目哈，台语的节目也是这样子，对，变得有点下流，他要用下流来等于有趣，那这个是我比较不能接受的。那后来我觉得，阿跑也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他可能也发现到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无啦，不是。不过你也对上是看这个市井小民啦，哈，跟文漫画不同，看文漫画是较大官啦，哈。对。那我那大官讲一挂粗俗的台语，哈，啊，这个说起来也是有时候蛮好笑的啦，哈。对。啊，但是你用的是市井小民，啊，你变那感觉啊，口语化弄成一个相声。嗯哼。其实这个。相声吼，有基本的伊一个结构底下嘛吼，所以讲，阮用台语讲，用国语讲，其实差别无讲介大啦。哦，啊，阮最主要的当初时吼，并无到尾并无照伊所讲的，来行为粗俗落去。对，实在是因为我。这个人回头，不是啊，这个人实在就是无遐粗俗，所以就无法度惊。你较惊都惊，你惊袂粗俗，讲无影。不是，叫我实在结果跟他无影咧，就是我慢慢影响你。爽嘛是爱有爱两包起来才爽会出来。不然你嘛流行爽够有烂。不过讲到这个，这相声讲躲包袱，躲包袱的理论是什么意思？躲包袱哈，其实是先有一个装包袱啦。啊，包袱是一个笑话的意思，笑亏啊，这个笑亏被底倒笑出来，吼，伊得一定要埋伏嘛，伫头前先埋伏，哦，这叫做立了装包袱，先装啊，加装一点，遐装一点，再装一点，吼，啊，到家的抖出来。慢慢一直抖，哎，对对，造出来，然后刚好造出来，这叫做抖包袱，这是相声的理论的。啊，这跟我漫画嘛差不多了，差不多，对啊，我讲起承转折啊，脑筋急转弯啊，那个漫画差不多是这意思。不过他们一直在讲这台语哈，卖哈抽象哈，那台语到底有什么水？有什么水恁会当记者咧？记者咧，咧是足济啦，对啊，是我唔知呢。我来，我伫个内底。其实咱伫个即个，我有一段内底，其实都有讲到这台语的水，还叫做台语的智慧，对。对，因为阮讲到一个，一个国语有一个叫做开门的开，开。讲一个偏旁的。对，我即马就记者咧嘛，讲到迄个国语有一个开门的开。台语叫做开门的开。诶，台语叫开门的开，但是国语若讲开放。台语就袂当念开，伊要开放，就一定爱念开放。开放哦，这就是台语一个水的所在。偏偏一个国语的开，台语就开堪开两个音嘛。凊彩讲讲的啊，人国语嘛收一个字过来音的啊，过来破音字的。无啦，你直接凊彩讲讲就知。一个字过来音，这是无啥物稀罕啦。哦，但是一个字过来音，佫会使甲倒做伙用，佫兼有过来意思，袂输北音咧吹走好听，佫袂跳尖。这国语就无法度。困你啊啦，卖讲有法度，无法度讲。嘴甲全破，人渔夫是叫你记者咧啦。哦，记者咧，对对对。你看咧，常常岔题岔啊，很好。啊，安尼我即个记，我著记一个开嘛，吼。哦。啊，你真唔着听吼。哦。进入一个开啊，一个开啊，甲一个推啊，一个开啊，要甲铁啊，一个关啊开啊，开是用开啊，一个开啊，等个铁啊，一个关啊开，还是用推啊，一个开啊，开铁啊，一个关啊，伊个铁啊，一个关啊，即个开。你咧讲英语是吧？我咧讲台语。
哦，我够厉害哦，你这。好听好听。我这样练足久哦，这样练足久。但是这还就是小艺术尔啦。嗯。哦，这比如讲这开，哦，这哪来？伊来听，伊一定听有。是。嗯嗯，是吗？你讲得对吗？这就是台语吼，这含这其实英语哦、喔，差不多意思。对啦。啊，不过我知影这阿娇你细汉介常调恁大兄拍吼。调阮大兄拍。有无大兄？调调恁老师给我打。我知呀，老师给我打。哎呦，渔夫就来的哦、喔。对呀、啊，我以前就是用去呕呕出来。啊，你想呐？你连你对这拍教，我那教有研究是不是嘞？研究应该讲是无啦，不过拍鼓嘛是爱淡薄仔有了解。来来阿炮，这是你给我拍出来的经验，你来讲看嘛，是安怎拍？拍分几啊定啊？嗯，哦，迄、那个分迄个雨量级，雨量级，轻量级，轻量，重量级。超重，超重量级，够可见咱规身躯拢伤啊嘞！我根本袂记，原来拍布。雨量级是安尼，诶，安尼，特级叫雨量级啊。哦，对对对，轻轻的特级。特级雨量级。这特级就是一个学问啦，吼。国语来得要安怎讲？国语哦，打情叫骂。卖搞我课啊！要课台语，我和咱课国语，我来闹鬼啊！啊，轻量级就是。卡一个。啊，你讲你卡一个安尼。哦，啊，那重量级就是，用木的哦。精啦。哦，精啦。精啦。啊！啊！操纵你就爱摸的，系用摸的。哎呦，这就是伊个拍一个分级。来，照一下，翕过来。这是阿炮吼，伫因兜拍因摸，拍了结果的经验出来。我来，我买个，买个破碗，你摸一下。哈哈哈！不过我知尾仔是有一挂有一位这个啊台语学的这个研究者吼。一般呢，传真吼，所有的即个即个，比如讲民进党的即个候选人，讲叫恁以后吼，卖互恁两个啊来去即个表演。为什么？伊就讲恁两个根本啊对即个台语吼，不是害那爱好，事实上你是为着啊要趁钱要啥啊？这点你家己看一下。咱民无钱伸手的对。民进是刚刚针对讲哎，民进党伊是所有报社拢个坏，全部拢坏。啊，这个代志对阮来讲，阮实在是真冤枉的，因为伊是针对啥？针对讲哎，阮有一场去一场迄落国民党办一个，因当作是阮去国民党徛台，事实上国民党办一个活动吼，是迄落台湾歌谣晚会。啊，阮是算讲伫算台语文化的一个表演节目嘛，所以去表演。啊，表演了就袂得啦，袂得啦，我就脑筋。个人想的重点无同。对啦，对啦，对啦，因为迄个时阵拄啊，当个选举特别高的时阵，大家拢当咧抢棍的时阵啦，所以讲有这款的现象。但是，阮家己感觉，阮是一个民俗表演的团体，阮是职业的表演。当然有一点你讲了绝对对，阮绝对为着赚钱要做，因为阮是专业咧做，阮也无，阮去出去表演，阮也无赚钱，阮就枵死啊。哎，卖他换政治化了哈，换政治化在一边要讲，你来开始，你不要讲。好啦，安尼啦哦，即马咱是话讲到就讲，既然恁对这个台语的这个民俗表演较有用，谈多啊，迄阿基哦，伊也是真无水准的哈，对吧？谈多啊，咱讲啊一半，伊甲恁两个拍掉哦。啊，你谈多迄个表演一半，食饭第一天啊，啊，这段你们就讲表演一较完整一下，啊，无安尼谈多啊，听恁两个讲半个，再讲一下，好，快走，来。啊！不过拄啊，阿姨也是对到甲阮拍断的，阮袂记得。叫阿姨啊，好无？好了解一下。对啦，迄拄啊是讲到啥？讲到讲啊，对，我想到。你想到？好来。伊讲到吼，讲按讲到讲，即马即个迄个高级豪华的餐厅，吼，足侪迄个大人物、政治人物哦，哇，拢来会安尼来这间餐厅哦。所以表示讲哦，咱以后就真好一个趁钱的机会。趁钱？不对啊。我看你发烧，什么在烧着太钱？这块钱是要安怎赚啦？简单嘛，咱下嘛会当开一间哦，专门吼即个政治人物咧食饭的餐厅嘛。凊彩讲讲诶，啊，但你看我毋是啥物大人物，而且咱阁也无熟悉啥物大人物，明仔早大人物该倒一款气氛装潢设备。哎呦，这简单啦，我甲你讲啊，诶，前一阵啊吼，我着为着要做一个彻底了解，哦，我亲身哦走去即款餐厅去甲卧底哦。
嘿，去做服务生啊！你去做料白啊？哦，无啦，是料白。无你讲你去卧底，迄就是叫做料白啊！无啦，我就是为着要经，知影讲这款餐厅要啷经营，所以要特别去做服务生，甲做一个月。所以对这种餐厅的经营，这美感我拢抓到啊！美感你拢抓到啊？对对对。好，来来来，安尼讲看卖。这经过你的秘密调查吼，这款餐厅的特色是啥物啊？哦，经过我的调查吼，这种餐厅的设备吼，分做两大类啦。两大类，固定设备兼变动设备。固定设备兼变动设备，吓拢无。我跟你讲，迄固定设备哦，就是房间啊。哎呦，房间。因的配置是安尼啦。啥呐？中间一条通路。哦，房间。通路啊，伊种。房间拢伫两边，啊，拢对上的哦。哦。啊，左手边一间，甲正手边一间，两间加起来是一组，对头一组算起，排入后边，迄官位就愈较大。我了解，我了解。啊，你讲伫上街后壁，乌沙沙拢看袂到，一定是总统特房的。对啊，对啊，你哪会知？这简单啦，这我用卡头乌秀就知啊啦。对啦，对啦，阮拢个叫做皇帝殿啦。我了解啦。诶，啊是讲哦，这上海两间加起来是一组嘞。哎呦，啊，就一间给大官咧食，啊，另外一间就给伊保镖咧食啦。安尼哦。诶。安尼，倒一间大官食，倒一间保镖咧食。哦，这不一定。为着顾虑到安全吼，是，这拢临时去到遐才决定。哦，临时决定哦。嗯，但是你要知嘛，真简单嘞。咦，你搞个咩哪知呀？啊，都你来看房间门口拢有迄个雨伞架啊嘛，啊，你看插一支是啥，你就知啊。安尼哦。对啊。啊，这房间门口雨伞架拢插啥物？哎呦，迄那是保镖的架啊，一定插枪嘛，一支插伫遐。哦。啊，那迄个大官的架啊吼，一定拢插迄个高尔夫的球杯啊。哎呦，这么明显，啊，那人明眼人一看就知啊。哎呦，这民主问题啊，就看民主有啥物关系。迄球杯的好歹是代表伊行情的关键呢，所以我跟你讲，迄大家大官吼，去到这种餐厅吼，拢一定要先伫咧门口安尼避一下。哦，哎呀，一定啊，嘿，老早，不赢好不赢哈？没啦没啦，对啦，算计的算过啊，那有啥物通好无赢嘞？啊，最近拢在创啥物？哦，最近哦，就算了嘛，对对对，赢啊，拢在拍球啦。拍球哦，一丢一丢，啊那，啊你实在行情有够歹的呢，我才转台湾出。找套套，就是你上好个，还举到一支国产的。来来来来，看我一支。啊，米芝诺，没得伊食骗的呢。无咧，你怎会说讲一支总统上外呢？哦，你有无讲？你有无讲？哦，你看，安尼比呢，你知无？连一支球杯啊都会当比。对啊，连保镖嘛咧比。啊？嗯。保镖有啥物好比的？哎呦，你一支鬼蠢的，来遮长啊！保护主人安全还要紧。主人入去食饭，因就无代志通做啊。当然伫外口安尼加减开讲一下啊。嗯，安尼讲唔受理啦。哎，够够够。嗯，恁即马讲到些变动设备。变动设备。什么是变动设备？哎呦，变动设备就桌啊啦、椅啊啦吼，壁顶的桌啊、厝顶的顶啊，这拢包括在内。这我不了解嘞，像这桌啊、椅啊、桌个顶一定都爱变动啊。这都爱跟你讲一件故事，互你听，你才会了解。你有咁样卫生讲故事啊？我上个介意来讲看卖。诶，都有一摆啦吼，有一工啊。这餐厅吼来三个人客，三个人客，吼，差不多四五当间啊。哎，吼，啊，这三个人客啊，中央有名三巨头嘞。四五当前，对，中央有名三巨头，对，有我识识，你知啊？我了解。我跟你讲，这三个人来的时阵哦，餐厅头家是话要紧张死啊，赶紧你就听着其他人客一路就甲鼓转啦，全部好好就一大门甲拖落来。哦，我看哦，这阮当时来淡薄。哎呀，我跟你讲啊，就为着迄当阵有啊，迄个内阁改组的代志，因三个人吼。早礼拜在参详的啦，我知。啊，你敢是讲好白白落台迄件代志啊？对对对，就是好白白迄件。我了解啦。吼，伊做咧报纸，大家拢点啊吼。对啊对啊，大家拢有伊的新闻呢。我甲你讲，嘿，迄一工拄好我负责捧，所以我甲你讲，迄内底所有情形，内部我拢知。好啊，你有甲我讲看卖的。啊，即款遮严重的代志吼。是安怎巧好势啊！竟然你都对头到尾拢有看到。我跟你讲啊，迄一开始吼，一开始气氛足歹，气氛无好，三个人拢在决赛，无一个要成功的。哈哈哈！安尼我知
这叫做吼，冤仇结了有深，这都唔讲话啦。哎呦，你这个乌白讲诶，人当初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咧，你安尼拍歹人的感情啊？啊，安尼哦。哟，我讲我。无，无啦，不要紧啦。好啊，三个拢唔讲话，嘿，一直安尼等等等，大家那么吐吐吐，一直等到我捧一盘迄落蒜头鸡入来。蒜头鸡哦，好白白怎气派，转倒来干咩啦？哎呦喂，害啦！你是倒去滴是着伊啦？好啦，都鸡头去向着伊啊！哎呦阿爸，我鸡头都上盖敏感的啦！哦，恁两个安尼后壁阁有话，我做大家了。哇，要讲完了，讲完就是。啊，我呐爱有这留言呐哈。啊，阿宝哥，叫咱拜托你给阮留言一下。嗯，啊，你看有啥物话哦？伊的歹话要讲，要讲互咱观众朋友听有咧。哎呀，袂使甲讲歹话啊！今日节目伊要搁要叫咱小孩的对啊？对哦，迄个过去的代志，即摆拢会互相鼓励吼，互相支持。过去的恁两个过去是安怎互相？谢谢光姐，小妈。啊，咱再继续来个郑州，我知影讲迄个啊，咱知影即个。动车呢，因为迄个有一个作家，台语的这个作家吼，根据台语作家了，伊就传播去甲所有的人讲吼，啊讲啊引起着种，本身陈水扁是要请恁两个去甲伊做相声嘛。迄个时阵拄好是选举的时间，本来拢摆好势，就是讲阿扁也有两场，足大场的，都几万人的个大会啊，我们去做开场半点钟的演出啦。啊，阮介欢喜啊，对啊，亲自过火咧，结果唔知啊，结果因为就是因为这件代志，阮。嘿，所以啊，这件代竟然讲去哦，民进党的知影，啊，民进党是安那知，因为透过这个一路绿色和平电台，哦，讲有人call in，讲阮讲，哎，讲讲个徛台，其实迄不是叫做徛台，但叫做，我感觉这是挂撇开就是啊，对，艺术抵制啊，来给你们给你我，所以的，阮的所安排民进党的调的都全部拢。cancel 的对啊，阿健，有人甲你欺负无啦？我甲你停，我停，你等下讲，我甲你停。其实吼，阿炮喊我两个人受伤的，吼是对以后无接到民进党的这个 case 啊，吼我减一寡钱通我赚。其实我家己的部分是因为我伫台中民主电视台主持一个节目，啊，拄好迄个节目有其中一个单元是这个什么林杰作家写，啊，因为阿林杰作家写，因为安尼的关系，伊甲阮制作人抗议，讲因为我这个人立场无清楚，无完整，所以叫阮制作人唔通阁继续用我。哦，所以你节目都变做。我嘛是照常去请伊，以后不要有沟通啦，伊知我是青顺顺的。故意安尼，就我上啊停车啦，我去拿到代志找我。呵，是啊。我一边请一边拿。你习惯我大。啊，不过你家己，你家己嘛奇怪啊，你家己不要过去甲这个人的朱约信啊。猪头皮啊，哎，这中华民国在台湾呐，这条歌你可以改下厨，啊，你改可以改民进党去改效忠。这是一个真大的误会，我并无去改民进党的宣传歌做这个曲，因为这条歌原底是猪头皮，伊要出一条发一条新的专辑，啊，这专辑内底伊有提一个曲给我，叫我个。天数，啊，我因为伊个曲的走向，哦，伊个旋律，所以我就是甲写出一条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直接，这等于是蛮讽刺的一个段子啦，实在是我完全拢唔知影，后来这条歌民进党也提起做伊个竞选的宣传歌，伊个电视台你都要播。啊，含罗大佑伊个同款啦，伊嘛是一条歌嘛是叫国民党提起做伊个竞选总部的主题曲。对啊，这个代志我完全唔知影，后来我敲电话去唱片公司，唱片公司讲这是为着因要宣传哦，希望讲卖较好个，所以免费提供民进党提起用。哦，当然我是一定甲抗议，讲哎，你这个代志太有可能讲。这代志你要甲我提起，提我写书的，我你甲提起哦，民进党做宣传，啊，这代志完全无经过我同意，尤其讲这条歌内底，佫有我的声伫内底，安尼人当作讲啊，我即摆又佫变青，其实我不爱任何一个色个，是，其实所以甚物原则上恁就是无好只党派，对，变我不爱我另外一边啦，因为这个艺术的物件，这是大个嘛，靠讲阮是属于倒一党的，是啊，这是大家共同的啦，吼，莫讲用甚物党一堆啦。